直接过掉唐诗辉，哎，直接过掉唐诗辉，打起来，看一下回旋。哦，这边来个梦幻脚步，哎，不是他在我们新赛季参加了很多站吗？殿下，还是中投这球漂亮啊！唐诗辉，为什么首发？因为他还是不太出彩的。还有，全部是双先赢。对，看一下，唐诗辉，好球。 这个也比较困难，看一下。是，唐诗辉，打进，只有希望对手靠一下，反过来继续中投。嗯，反过来，哦，有了。好像这一下不打，应该是不是有一起正好要打？场下是兄弟，场下是对手最好的一个写照。是，左先继续三分，好球。 保了保住我们比赛的一个公平。好球！保住大号。哎，非常轻松，黄一鸣。看一下，王晶，看一下，打进。五位球员相对来说可能不如线上抽中的球员。嗯。我们说多投球啊。嗯。我。 这球打进，看一下，哇，漂亮！看一下，哇，这球这个弧度，能够看出来，能够突破自己，突破。漂亮。陈翔很高，性格很好，对，王晶其实在，哇，好球，看到了，三球投三分，好，漂亮，左侧打进。 我今天才能看到王晶。哇！王晶，这什么状态？今天打回旋。哎，这个不错，漂亮！好球！对，这难球三比零。何博文打球之后，如果斜身不合适，就整个指甲盖都是一圈。好球！张子阳和何一晨这两个。 对阵，哇，这个太明显了。